的话，那就变成这个和尚。啊，和尚是这样啊。所以说，嘿，那个不是黑客，是广电局查的。和尚是不是水平是不是很高啊？他都会识别，技术很不错呀。我啥时候结婚啊？我也想知道。还好，我的头型已经被海风吹，我的头型已经被海风吹的没有了都。这是新郎，是吧？点点关注吧，谢谢你们。我问问，你是不是点点关注呗？不要这么问我。脸红了，真的脸红了。我现在是在，现在。